智商高到底会用在什么地方呢？请进电影院看就知道啦。那么在《寒战二》里面，它也有非常精彩的这个枪战的场面，当然是拍起来也非常的辛苦。幸好啊，有他的爸爸在啊，就是青藤父子的梁家辉，戏里戏外都照着他，没问题的。好，好，换个 pose 啊，好 ，OK， 花俏一点啦。好，谢谢，谢谢 Ellie。好，我们一定要抢占最大版。